所以真的非常之榮幸，亦都希望以後的自己或者新的一年可以繼續加油，繼續做多啲歌曲俾大家聽。嗯，因為 Gigi 之前就攞咗新人獎，今次歌曲獎，咁嚟緊會唔會再想突破攞下歌手獎？哇！我呢一個要繼續加油啊！咁亦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，我才可以攞到呢一個獎項。咁所以，歌手獎我想我自己都要繼續去努力更加多了，因為今次已經不是你第一次上這個台了嘛，但上到這個台會不會仍然都是好像第一次那麼緊張還是怎樣？你覺得？我覺得因為其實我只是參加過兩年，所以這兩年的對比都非常之大，其實兩次我都是沒有抱著一個攞獎的一個期望，所以其實我一入場的時候心情是很平靜，因為你沒有想過自己會拿獎嘛，但是當剛剛 DJ 朋友在講歌名的時候，講前面的簡介的時候，其實我是完全毫無波瀾，因為可能有另一位朋友都是有關於魔法的一首歌，所以我就應該想應該不是我在否定自己，然後到他們同時間一起唱烏烏烏的時候，我就不是嘛，真是我，然後我就開始心在跳了。之後上到台的時候，我本身想著講完剛剛即時想的事之後就轉身落台，其實我有一個動作是轉身落台，然後我估不到音樂一起我要唱歌，是的，這個是歌曲獎，然後我就一片混亂，但是也都很多謝大家，還有其實我有少少忍不住笑，是因為我見到我的 fans， 然後同埋我的歌迷啦，佢哋就喺台下面坐住，然後我唱完嗰邊之後咧，再望嗰邊，原來遠方都仲有一位好細把嘅火苗，但係其實大家聚集埋一齊就一個非常之大嘅力量，咁所以我好希望自己冇辜負到佢哋。咁中意做啦，前一日即係頒獎禮件衫都突破啦，今日好似好保守喎。今日是哇，今日係好熱嘅，對比起上嗰兩套，咁所以我亦都希望大家會喜歡今日嘅呢一個裝束，同埋其實我應該係第，其實我都中意。咁點解今日唔性感少少啊？因為今日大家嘅諗法唔一樣咯。邊個諗法嘅？我哋嘅服裝師嘅諗法同埋大家嘅諗法，因為我非常之欣賞呢一位服裝嘅造型師，咁所以我好希望佢可以做多啲我嘅第一次，因為今日係我第一次露咁大嘅額頭，咁所以亦都係第一次著咁隆重嘅一次服裝，咁所以好多謝髮型、化妝同埋我嘅造型師，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創造更加多可能性。有冇特別意思？其實冇乜特別意思，但係咧，今次叱咤的主題是很自然，即係好大自然的感覺，所以其實今次咧服裝造型師咧就俾咗三套我試，咁一套是很大紅色的，咁另一套咧就大紅色有啲花咁樣嘅，咁第二套咧就係呢一套啦，咁另外一套就是一套全黑嘅，但係會若隱若現有啲露腿啊咁樣嘅，但係都係全部衫落到地下，咁所以到最尾我哋大家都覺得，這個很適合今次的主題，咁同埋係啊，大家都話好似棵樹，咁所以成功咗啦。會唔會同屋企人慶祝一下？都暫時未有機會住，我諗可能要到後尾先有機會，因為接住落嚟我未必會喺香港，咁所以希望落到嚟香港或者唔喺香港嘅時候都可以同佢哋去慶祝。去邊啊？唔講俾你聽。